任拼战到底，市长怎么看？侯市长愿意做副手吗？还是蓝白合宣告破局？不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尊重柯主席的决定。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一起，坚定自己该走的路，最后会赢得胜选。热情的掌声，感谢我们民国台湾的总统柯文哲。所有关心台湾前途的朋友们，所有目前在网络上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还有在现场的 Team KP 伙伴们，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年5月20日，我在淡水宣布参选，到现在有183天。这183天，我们从最北的基隆一直到最南的屏东，我们走往台湾各地。在这一路上，我握过你们的手，听过你们说话。作为竞选总统的我，其实在内心里面深深了解一件事情，从520宣布参选那一天到现在，其实是你们陪着我在认识这个国家，重新认识台湾。我了解你们的心声，也倾听你们的期望。2016年，我们曾经以为我们会迎来一个最进步最谦卑的政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问题没有解决，倒是争议越来越大。少子化、高龄化、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还有年轻人最关心的低薪、通膨、产业转型缓慢、高房价、国债大幅增加、劳保即将破产，还有健保费用无法控制，还有越来越紧张的两岸关系。我要问大家，这是你们期望的改变吗？这是大家要的进步吗？2016年，民进党完全执政，但是他却没有带来全面的改革。我们看到的是政策没有规划，只有短期的大傻逼。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民进党现在发给我们的一次性补贴，其实是我们向下一代的提款，也会增加下一代的负担。各位关心台湾前途的朋友，你甘愿吗？政治应该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政治不应该只有向下一代提款，政治不是只有张灯结彩，而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各位，政治应该要负责，因为我们只有这一个社会，我们只有这一个国家。2020年，因为你们的支持，台湾民众党正式进入国会。这4年来，我们一再的提出问题，试图与政府的讨论，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执政的傲慢。一个曾经说要谦卑再谦卑的政府，结果从疫苗到鸡蛋，我看到的是没有政治诚信。更重要的，有一个新的东西叫封存30年。一个曾经说要与我们一起赢回台湾的政府，却让人们在现在只剩下恐惧与不安。这个政府真正证明的是，他们有一流的竞选团队，但是执政却是傲慢，还有贪污腐败。当年民进党高喊要党政军退出媒体，执政后我们看到的是党政军就是媒体，还有名嘴网军侧翼，政府是带头造谣跟带风向。我曾经说过我是茉莉，我曾经也是一个民进党的支持者，但是在这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离人民越来越远、偏离进步价值越来越大的政府。各位，
这是你们要的吗？完全执政下的全面失控，这是你们想要的政府吗？各位台湾人，看到这样的政府，你会不会生气？台湾不能再内耗，台湾也不能再犹豫，台湾更不能自欺欺人。这一次，我决定站出来，奋战到最后一刻。我要把国家赢回来，再交还给你们。我要用理性、务实、科学，带领台湾脱离蓝绿意识形态的泥淖。我要团结我们彼此，迈向一个真正属于我们的未来。从520宣布参选到现在，我已经提出各种国政处方签，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要对症下药，解决人口危机，改善劳动的条件，提高高等教育的投资，守护医疗品质，落实居住正义，确保能源的稳定，建立产业的韧性，杜绝再留子孙，创造社会和谐。我要打造共荣社会。我知道我们会真正实现国家治理。柯文哲一定会坚持民意、专业、价值。柯文哲一定会坚持公开透明。柯文哲一定会坚持全民参政。柯文哲一定会坚持专业治理。柯文哲也一定会坚持国家的现在、未来都会在你们的手中。我们在全国各地举办庙口开讲，因为台湾民众党相信，走入人群，面对人群，回顾回应民意，有问必答。我们倾听问题，面对问题，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而你们是把我们要把国家赢回来的第一组的队友。你们是我们迈向专业治理、责任政治的基础，你们是台湾民众党最重要的政治动力。过去四年，台湾民众党虽然在立法院只有五席，但是我们扎实的问政，现在已经成为监督政府最有效率的在野党。这一次，我们要把更多优秀的人才送进立法院。去监督行政部门，也把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的政治价值带进国会。这一次，台湾民众党的立委一定要突破两位数。我希望在立法院的八大委员会都由我们的委员坐镇，来为台湾打拼，为人民服务。这一次我们也采取精兵政策，征召了11位的伙伴投入区域立委的选举，这个就要拜托大家支持跟帮忙。今年我们也要替台湾人民选出34位优秀的不分区立委，我相信这一份不分区立委的名单会体现柯文哲跟台湾民众党所相信的政治价值：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关怀弱势，还有永续经营。各位 TKP， 请我们一起努力，要达成三党不过半的目标，让民众党可以成为国会关键的角色，好不好？这个一定要拜托大家。2014年我离开台大医院那一天起，
到现在也将近十年了。十年的时间，非常感谢，因为有你们，我成为了台北的市长。这十年来，我每天坐公车上班，七点半准时开工。很幸运的，这八年的时间下来，我们积极的培养治国的人才，现在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团队，就是你们。随着大选的逼近，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我每天都告诉自己，莫忘初衷，也因为这四个字，让我们在台北市可以做到市场的改建。请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去过南门市场？那个绝对是全台湾最干净的市场。我们盖的全台湾最多的社会住宅，我们执行西区门路计划，让北门重现；我们执行东区门路计划，让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在南港出现。所有的这一些，并不是只是柯文哲的成就，其实这是你们的成就，因为有你们，我才能够在两党夹杀下顺利连任市长，也因为你们，我才能够在这一条困难的道路上持续的前进。你们是我继续向前的动力，你们是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的理由，你们就是我最重要的伙伴，你们就是我决定义无反顾拼一次的动力。有很多人告诉我，先选上再来谈论理想，但是如果是走远于选举的结果，最后只会让我们沉迷于权力的游戏，只为照顾政党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我希望我的参选会带来改变台湾政治的社会运动，从两极对抗到联合政府，从意识形态到理性、务实、科学与政治诚信，从仇恨到专业治理。最近虽然局面看起来很紊乱、很混乱，但是我跟大家保证，我的内心依然非常镇定。当我看到这么多人，看到你们关心国家的未来，我知道改变已经发生，我会持续让它发生。不同于其他两党，各位都不是那个游览车载来的，还要再花一个便当，还要载你们去这个一日游。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内心还是有疑问，到底蓝白合不合，我还是那一句话，这个国家的前途由人民决定，这才是民主的核心价值，我不会违背民意，我也不会背弃你们。我要尽我所有的力量让台湾向前，我们不能走回头路，为了终结人民的痛苦，我会释出最大善意，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但是我会继续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义无反顾，拼到底，义无反顾。未来的54天，
我们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但是你们害怕吗？我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这场战争不是只有柯文哲一个人在打，更重要的是各位今天给我的勇气。只要你们不放弃，阿北也不会放弃。你们就是我的 Team KP， 也是台湾民众党继续奋斗的理由。我们一定会执政，我们会继续盖社会住宅，继续谨守财政纪律，继续用人为才，不分党派，继续秉持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的精神来为人民服务，也会继续依照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来改变这个国家。一个人走得快，但是只有一群人才走得远。各位 Team KP 的革命战友们，因为你们的勇敢与坚持，撼动两大传统政党的政治实力已经在今天出现了。中间选民与理性选民也不再是所谓的沉默的大众，各位已经形成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已经发动了，各位 Team KP 以及在场的各位战友们，大家都辛苦了。这一场辛苦的战役，只有勇敢前进才能够改变台湾的历史。非常荣幸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我们一起逆风前行。这一次清廉勤政爱民爱乡土会成为台湾的新政治，这一次共荣社会国家治理会是我们坚定的国家愿景，这一次让我们把国家赢回来还给人民。这一次请相信你，请相信我，请相信我们自己。我们是台湾民众党，我们是人民，我们要一起把国家赢回来。2014年，我一个人走出台大医院，在没有人看好的状态下，打败了大连舰队，成为台北市长。2018年，我在两大政党的夹杀下，继续连任，写下了政治奇迹。2020年的1月11号，一个才成立5个月的政党，拿下了158万的政党票，成为国会的第三大党。今年也是我们能不能率领在野力量来达成2024的政党轮替。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做到。明年1月13号，各位伙伴们，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艰苦的战役。我们一定会在台湾的历史再创造一次奇迹。让我们一起赢回这个国家，让我们一起赢下我们的未来。谢谢大家。来，我们都先